有跑掉吗？真假？有那么夸张吗？好，对啊，好像有一点乱跑，跑来跑去。好，这个就是呢，我2023年的大尺的，真的是有点大尺，因为我上次有说过啊，它的尺度呢，大概就是已经到胸贴了，胸贴呈现，真的是太性感了，性感到没有办法在脸书啊，或者是在 IG 上面，就是把照片放上来。谢谢谢谢。对啊，好像有一点乱跑，跑来跑去。好，封面呢，封面叫做诱惑你的心，那背面呢叫做非常性感的身体曲线。哎呦，对，它里面呢全部跑掉吗？真假？有那么夸张吗？好，这件黑色是上衣，然后我这个裤子是自己随便搭的，你要看吗？大家要看吗？它上面是衣服，然后下面是一件裤子，这样子。这件衣服很美，你好有眼光哦，这件衣服真的很美。对啊，但是我都还没有机会穿出去外面，没有人约我要出去玩。我想要出去玩，或者是吃完美下午茶的时候，想说买这件衣服应该是会穿到，结果都没有穿到，好讨厌。来，好吃怎么讲？好吧，来一句话，送一万啊！好，靠你薪水。二来一。日文女神，全台最性感的日文老师。想要追踪我的话，要记得每天上来看直播哦。没啦，不要追踪他，追踪我就好了啦。追踪我哟。没啦，来昆凌日文说一整排爱心。大怎么讲？很大怎么讲？喜欢怎么讲？很舒服怎么讲？来好吃怎么讲？OK。来可怜你就把灯你刷哈哈，我的刷10秒不要停，来刷哈哈哦。集美呢，让我们一起擦。来擦玻璃哦，是哦，来可怜你哦，来刷哈哈刷10秒不要停，回响14秒。睡啊，来口都睡啊！
你啊，不要停哦。刷啊刷十五秒，不要停哦。你讲一个概念就对啦，哦，你去思考啦，啊，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即马走，林浩明找袂上啊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回去，我目前看到你回去，好啦，免听隔壁唱啦，回去啦。我又没有怎样。我叫你回去，回去，莫因我的情绪，回去。你今天到底做错什么？点点啦，目标不要再笑了，在笑什么东西啦？先点搞你啊，点夸风呀，规工你伫底下会主持规工诶，对无啊？大哥你，先来表演一首《来可无说》，三工无说啦，《来可无说》先来啦，啊！来龙门可入啊，哦，来现在直接来了，来全部刷哈刷死了，非常舒服，来速度了，马上立马的全部刷哈，大哥你，来介绍你的粉丝。Hello， 咪娜桑孔邦哇，我是常来跟你日文女神，全台最性感的日文老师。来，欢迎光临这